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七讲哦。那我们第七讲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在 Meta 脸书上面办活动哦，办活动我们会利用两次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如何在网络啊办活动，尤其是在我们的 Meta 脸书上面如何办活动啊，这些技巧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一样啊，邀请到的贵宾是我们的站点子数位行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呢，全志强全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我们请全总经理跟大家观众先打声招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志强，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好，谢谢全总经理啊，来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全总经理的经验非常丰富啊，我们也希望他服务厂商的这些经验能跟我们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我们请他啊，波龙来跟大家做分享。脸书上面办活动，我想不只是脸书办活动了啊，很多在不管是实体的或者是虚拟的一些活动。办活动其实都要很多的技巧啊，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全总经理跟大家分享如何办活动啊，如何办活动的一些技巧。好，为什么办活动有那么重要？我们请我们的全总经理啊跟大家来分享实务上面的经验。好，好，好，没错，刚刚这个李老师说的很好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虽然是用Meta 脸书来举例啊，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技巧其实可以用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上面哈，就是其实各大社群平台上面都要经常来办活动哦。那为什么要办活动呢？我就好好的贴文不就好了吗？哦，为什么要办活动啊？那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哦。第一个原因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哦，可以增加跟粉丝的互动。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嘛？哦，为什么要增加互动？我们说好好的贴文，他不是就会看到了吗？哦，完全不是这样哦。脸书因为有演算法的关系哦，所以当我们跟粉丝互动越多的时候，粉丝就会越容易看到我们的内容哦。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跟粉丝保持互动。那平常贴文有时候就是比较难，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些活动，比较大一点的活动，这个活动可能还有提供一些诱因啊，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是大家会想要来回答的问题啊等等的，甚至叫大家鼓励转分享，这些东西会刺激粉丝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哦。所以第一个哦，活动是有助于我们跟粉丝保持互动哦。那第二个呢，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触及的人数，透过互动越多啊，我们的这些内容就会被越多人看到。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动本身不会只是大家来参加一个游戏，我们会在活动里面啊，也会放入一些可能我们希望传达给这个粉丝或是消费者的一些内容哦，包括我们产品的资讯也好，我们公司的介绍也好，所以哎，它也会增加看到这个我们公司的一个机会，所以增加触及人数也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三个就是有些活动啊，本身可以增加你们的粉丝，就是追踪者的人数哦，因为他觉得哎，你们的活动办得很好。哦，或者是我们的活动规定啊，就是你要先按赞，先要加入追踪我们的粉丝哦，所以透过活动也是增加粉丝很好的一个方法。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有些活动啊，它是有办法可以增加一些名单的。哦，我们的活动里面可能这个可以叫大家留资料啊，或者我们透过留言机器人的活动哦，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的粉丝受众的名单哦，那这些名单就可以拿来再做后续的行销的运用，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举办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活动要举办的成功呢，
哦，其实是有很三个很重要的要素哈，必须要先去想哈。第一个，你就应该要设定好你的活动的目标哦，就是说，哎，你的这个活动究竟是要做什么哦？切记就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哦。那你没有设定任何的目标，只是大家都在办，你就跟着办哦，这样子效果是很差的。你要先想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哦，可能是为了这个募集粉丝啊，可能是为了要导购啊。哦，可能是增加品牌曝光、增加粉丝互动等等都可以。先想清楚你的活动目标，而且要让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的活动的设计，就是活动的内容的设计啊，哦，这些绝对要设计很好，包括图片的设计、文案的设计、活动规则的设计，这个都要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要素，就是你这个活动有没有扩散出去的一个效果。哦，如果没有这个扩散效果的话，你的活动永远参加的人就那么少。譬如说我们的粉丝团的人数假设就是1000个人，那说不定来参加的人可能就是只有50个人、100个人，因为你的受众就那么少。但是我们如果活动本身有让大家分享扩散出去的效果的话，就有可能会有非粉丝以外的人他可能就会看到哦，就会让你的活动参加的人才会超过你原本的粉丝人数，所以扩散效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活动要成功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好，谢谢我们的全总经理的一个分享哦。我想为什么办活动，大家应该现在很清楚了哦，它的重要性哦。好，那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请我们的全总经理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如何设计？如何设计这个活动啊？活动的设计，我想也很重要啊。我们现在知道，活动的重要性啊，办活动的重要性。可是要如何设计活动，我想才是我们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啊，重点的分享。好，那请我们全总经理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哦，大家可以。记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尽量简化。很多人会希望透过一个活动啊，就可以达到好多种的目标哈。哦，又增加粉丝，又增加互动，又增加触及。我们刚刚前面提的很多的目的哦，这个是比较容易失败哈。我会建议你最好就是一个目的，我这个活动的目标尽量简化，越简单就越容易达成。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尽量简化。然后活动的周期啊，尽量不要拉太长。哦，网络活动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可能1到2个礼拜，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哈。这个真的你要拉到一个月啊，大家到后面可能就已经疲乏了，这样哈，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少哦。除非你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分成好几个阶段，不然的话，一般的活动小活动甚至3-5天就可以结束了哦。然后最多1个礼拜、2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极限哦。所以活动时间不要拉太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活动希望大家上来参加活动的这个规则啊，不要写太复杂。我就说看到那个规则啊，写的肉肉长哦，那个很多人连看都懒得看这样。所以你的活动办法这个规则最好越简单越好。比如说上传一张照片哦，或者是上来只是留几句话哦，或者是请大家做个转分享，按个赞都可以。规则越简单越容易成功。好，那最后一个哦，就是我们常在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成功这件事就是你的诱因啊哦，是不是够吸引人哦？很多人其实在看你的活动规则之前，第一个是看你到底送什么东西，这样哦。所以如果你送的东西很不吸引人，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可能看起来很比较廉价哦，大家参加意愿就会比较低。但也不是说要送很贵的活动，这个诱因啊还有一点重要，就是最好是可以符合你想要的受众哦，譬如说，你今天你们的这个粉丝团哦，假设你们的目标族群是，比如说是哦中年的男性好了，哦，你们本来在经营的是中年男性，哎，结果你都送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小东西，这种什么小首饰啊，或者什么化妆品、保养品，那来的人就不是你们的目标受众，你可能要送的就是改是你们的这个中年男性可能会有兴趣的一些。产品你才会找到你的目标受众，所以你的这个礼物的挑选其实也都还蛮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说一下你们的活动的内容啊，大概要包括哪些东西哦？那这个都是一些蛮基本的，包括你一开始可能有一些简单的引言，不要很长哦，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大概是什么，然后参加对象
哦，什么样的资格，然后日期，开始的日期，截止的日期，什么时候会公布得奖的这个名单哦，然后你的奖励，然后奖励除了文字以外呢，一定要附上一个比较好的照片，而且要重点要告诉大家你这个奖品的价值多少哦。有时候大家不知道哦，原来你这个价值，你送一个课程市价这个50,000块。可是你没有写出来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奖品到底价值多少哈？好，然后最后就是你们的活动的这个方式哦，譬如说可能要留言啊，写什么样的通关密语啊，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后面讲前面讲的这个扩散的效果，就是说，哎，你这个分享活动出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诱因哈？这个都蛮重要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活动里面基本上都会提到的内容。好，那你会想说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要写到啊？加起来就漏漏长哦，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会把这些内容尽量很精简的写出来哦，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个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防弊的啊，然后活动主办单位可能要保留可以修改这个活动的一个权利啊等等，这些也都是还蛮重要的哦。那如果这些活动内容的设计你觉得实在太长，有时候我们会把活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做在图片上面，然后把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哦，就放在留言里面哦，就是不要让大家一下就看到那么漏漏长的内容哦，这是我们的活动内容这个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好，谢谢全总的分享哦。我想接下来我们除了知道内容设计之外，其实里面更重要有一个就是图片的设计哦，活动图片的设计，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全总经理跟大家分享？活动图片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诀窍跟重点。好，这个我们后面会再单独讲到这个图片设计哦。不过我们这边这个主要是要讲这个活动图这件事情哦。那这个活动图呢，其实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不是你们家的品牌的 logo，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其实是这个你们的奖品。说实话，对。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哦，会觉得哎，我们就是主视觉要放我们的公司产品介绍哦，不是，其实大部分人看的第一个就是礼物啦。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代言人哦，他们是很有名的，当然也可以放上来，这样都会吸引别人，就是有吸睛的效果哈。好，那我们一般的活动图呢，哈，其实这个自己就可以做简单的设计，但是这个不要做得太丑哈。第一个就是你们的活动的主标题嘛，要放上去。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主视觉，主要是奖品到底是送什么奖品，然后活动的大概的日期哦，这个可以比较小一点放在上面，然后你的活动方法可能就是一句话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好，如果你一句话没有办法讲完，表示你的活动可能设计得太复杂哦，然后接下来可能你们的公司或粉丝团的一个 logo 就放一个角落哦，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如果分享这个活动的一个诱因到底是什么哦，这个也可以放在上面哦，所以你的活动图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活动办法在里面，等于说让大家一看到这张图啊，哦，就知道你这个活动在做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哦，因为很多人啊，他是没有耐心去看那个详细的文字，哦，他就是看图而已，所以这个图呢，有吸引他的诱因，哎，他说不定就会照这个图去做。哦，所以其实这个活动图的设计是还蛮重要的哈。大家蛮多公司会本末倒置的，就是把商品放得很大哦，公司 logo 放得很大，但是其实这个活动办法写得很小，或者没有写办活动办法，或然后这个诱因放得更小哦，那根本就吸引不起大家想参加的、想一探究竟的这个动力啊。哦，这个就很可惜，这样好，好，所以以上是这个活动图片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这样。好，谢谢全总经理啊。那接下来，我想办活动啊，做图文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活动图片啊。刚刚我们全总做了一些分享。那接下来其实办活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诱因呢，就是抽奖啊，是不是？请全总经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办抽奖啊，活动里面的抽奖的一些诀窍。好，这个既然有活动啊，哦，最后可能就会有送奖品嘛。哦，那这个奖品有可能是这个譬如说是一个竞赛，好，竞赛最后的这个得奖的人，这个就没有话说嘛，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有什么奖品。哦，但是我们通常会让那些只要有来参加的人，也有机会参加抽奖，甚至帮忙把
这个内容分享出去的哦，就也会有机会参加抽奖。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扩散效果很重要哦，就是让大家也有一个参加奖。那活动的抽奖要怎么做呢？哦，那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抽签的一些小程式哦。那我们自己有用过这个一个网站叫做这个留言抽签小助手，你们可以搜寻看看哦，它里面基本上是免费的功能哦，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帮你的粉丝团做抽奖哦。那我觉得这种的其实不只是这个啦，我只是举这个为例哈，就是用一些比较这种网络上的程式来做抽奖，然后你把这个抽奖的过程把它录下来，它可以另外做成一则贴文哦，我觉得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很多人就是会比较希望你们的这个抽奖是一个比较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过程。好，如果你是一个黑箱作业的话，可能大家以后参加意愿就不是那么高了哈。好，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在抽奖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尽量那些这个一般的奖项啊，可以让比较多人可以抽到，不要每次都是重复的那些人得奖。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得奖名单，我们会去过滤一下。如果它是假账号，因为大家知道网络上很多这种抽奖部队，哦，如果你知道是假账号的，你还要特别去过滤一下，哦，就可能把它资格踢掉。这个在活动办法里面你就可以注明，就是如果我们抽出来的这个人发现点过去它是一个假账号，哦，那可能你就丧失了这个得奖资格。所以我们可以在抽签的过程里面，抽奖的过程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哦，就是要蛮细致的哈，你不要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抽来抽去都是那几个人在得奖哦，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多公司哦，他会送大奖，但是根本这个大奖最后送抽到人是谁都不晓得哦，我甚至有听说那个公司还有这个内部的员工自己去把这个奖领走，然后这种都是非常不好的做法。你一定要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有机会抽奖哦，你这个活动之后再办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来参加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抽奖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这样，好，好，抽奖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过可能假使同业啊，办了太多抽奖，而且这种观感不好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抽奖的这种效果啊，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保持啊，保持住这种抽奖的那种形象啊，就是公平公正啊，让我们的受众啊能感受到我们其实是信赖我们的抽奖的这个活动啊，这样子才能有所成果啊。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全总经理分享一下我想你应该办了很多活动啊，帮厂商，是不是请全总经理介绍一下一些案例啊，让我们的观众能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好，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些办活动要注意的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举一些例子啊。好，那这个都是我们曾经自己有办过的、举办过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有看过的一些活动的例子哦。那我们把这些活动呢分成三大类哈，就是第一类的活动呢是用来活络粉丝的，好，第一类活动是用来募集粉丝的，好，那第二类的活动是用来活络粉丝的，第三类的活动呢是用来让这些活动去这些粉丝去做一些导购啊，或者去买东西哦。好，就是。所以我刚刚说的，你一开始就要很了解这个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募集粉丝的活动，这也是蛮多粉丝团希望可以办的一个活动。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啊。哦，第一个例子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帮客户办过的一个活动哦，它是这个粉丝团叫想运动这样哦，那我们就办了一个这个粉丝大募集的活动。那活动办法很简单，你只要先按赞加入这个粉丝团，然后每天上来留言加分享哦，每天都可以抽出一个人，可以送一个这个礼券，100元的礼券哦。那你越早参加，中奖机会就越高，这样，因为每天都会抽一个嘛哦，那你就每天都可以上来留言，所以你一共可以留7天这样哦。那一开始可能参加人不是那么多，可是我们有叫大家留言加分享哦，所以后来参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哦。那我们其实每天只抽一个人，所以这个整个7天办下来的这个你的费用，可能也就是花700块的加，可能礼券说不定是
电子礼券连这个钱都不用付啊，就是这个直接告诉他序号就可以，所以不用花很多的钱，比广告费还少的钱，这个活动可能就会有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图，这个活动图其实我们就主视觉以外，我们上面就是写了一个这个简单的活动办法，让大家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活动办法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下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客户的例子，也很简单，就是请大家上来完成某些指定的步骤，比如说就是留言或者抽奖，就可以抽一个什么礼物。重点是什么？我是要给大家看这个活动图的设计哦。上面就是我们这些活动的图的主视觉，就是我们的活动赠品哦，就是大家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活动的赠品哦，所以可以这样放哦。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哦，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哦，这是我们客户的一个产品，叫做这个斗阵集气的一个活动哦。可以注意到这个活动啊，它是分个几个阶段的哦。那第一个阶段呢，如果有增加到他的粉丝团，可能原本一两千个人，可以增加到3600人的话呢，他们就抽3个人，然后送这个赠品哦。如果到4100个人呢，又再抽3个人送这个赠品哦。然后4700人又送，所以他有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送不同的赠品，这样好。等于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设计不同的目标哦，让大家就会。这个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会去叫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那这个活动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其实啊，让这个一次送给这个人哦，我们其实是送他这个除了我们送抽出这3个人哦，然后这3个人呢，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往外分享出去，然后他其实一次我们是送他很多样商品，然后他要揪3个好朋友。我们抽3个人，这每一个人要抽揪3个好朋友，所以每一个人会拿到4份礼物，这样哦，就是等于说每一个阶段我们其实是送12份的礼物，这样哦。那这样子等于说被揪的那个人呢，因为这种被点名的人，他自己也可以拿到礼物，他们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哦。所以这个活动是这样子的设计，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整个活动就增加了好几千个粉丝，这样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集气的一个活动。那第二个这个例子呢，我们是要来做活络粉丝哦。活络粉丝这种活动更常见哦，就是让粉丝有一些互动哦，就是要活络粉丝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活动的例子。那像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活动的创意很重要哦，就是你不需要设计很复杂，但是可以多有一点创意。哦，可能一张图就可以表达你的创意哦。譬如说，我们这是帮一个饮料的公司做的活动，我们就问大家说，这里面这个有几条的这个宾果连线，请大家来连连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啊？我们只要透过一张图，然后就可以把产品客户的产品带在这个图里面，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哦，而且活动办法很简单，然后又让大家会在这个活动上面停留时间比较久，这是达到我们的活动的目的。所以这个一个小的创意很重要。好，譬如说下面这个活动啊，也是很类似的，就是看这里面的酒，这个水瓶里面有哪一个市场的不一样，就让大家来仔细的在里面找。总而言之，大家就会在这个活动图上面待比较久了，这个就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活动真的不用设计的太复杂，只要让大家愿意上来留言就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活动也是一样，其实它就是一个迷宫的一个图啊，就让大家上去找 ABCD 4条路线，哪一个才是对的。那这个其实就我们小时候玩的这种这个迷宫的游戏嘛，我们只是把它搬过来变成一个线上的一个小活动哦。那这种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活动，那其实你不要看它小，其实参加的人就会很踊跃。好，那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有奖猜谜的活动。那这个有奖猜谜的活动其实就是一个问答哦，请大家来填空哦。那个什么，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可能最近刚好譬如说教师节快到了，所以其实大家是稍微动一下脑筋就知道他说的这个是教师节快乐，这样哦。好，那就很多人觉得这个题目可能没有什么挑战性，但是他们就会想要上来回答哦，因为就觉得还蛮有参与感哦。所以我觉得活动不用设计的太复杂哦，
其实就会有效果。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活动哦，是一个比较枯手的活动哦，就是问大家说，哎，身份证有包含以下数字的啊，哦，然后去购买他们的咖啡只要10元哦，下面有列了一些数字，其实你仔细看啊，哦，1到0哦，就是全部数字都在里面了，只是他把它打乱了而已哈，哦，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符合，只是他就故意假装是好像是有符合某一个数字才能有折扣，哦，这就是一个比较枯手搞笑的一个活动哦，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哈，哦，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活动。下一个活动就是一个常会办的投稿活动，譬如说这个就是请大家来投稿一个把饮料顶在头上的一个照片。那要记得哈，请大家投稿上传的这种活动哦，有几种啊是比较受欢迎的，譬如说跟宠物有关、跟小孩有关哦，大家都比较愿意投稿。但是如果是叫大家露脸拍自己照片上传，很多人就会很害羞。这时候呢，你就除了有很好的诱因以外，可能就要有比较多的这个装脚啊，要抢先上来参加活动，后面的人才会跟着想要上来参加活动哈。那这种投稿的活动也是蛮多人会办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活动呢，是跟一些节日结合的哦，比如说像我们办的这个跟元宵节这个搭配的活动，其实我们送的赠品很简单，就是一个糖果而已，可能这个价值都不到50块一个赠品。哦，可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灯谜，所以大家都觉得就很想来参加，因为很简单这样哈。好，那也有这种，我们就直接用脸书的相片的这种机制，因为每一张相簿里面的相片是可以按赞嘛，我们可以用按赞来投票哦，谁的赞越多，然后谁就可能可以得到一个奖品，然后所有来按赞的人都可以参加抽奖哦。这个也是用直接用脸书的相簿来办的一个活动。好，那这些以上的都是去活络粉丝团的活动啊，不用搞得很复杂，但是它可能就会有效果，最好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啊。好，那最后一个我们来讲一下导入哦，就是这个导入呢，就是比如说去购买或是做什么行动的活动哦。那我们也举几个例子哦，譬如说这是我们帮某一个这个商城办的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贴文下面集气。只要达到多少个赞，比如说中午2点以前100个赞，然后这个东西就直接有一个特价的折扣优惠，哦，那所有会想来按赞的人都是想买这个产品的人嘛，那他为了拿到这个特价优惠，他也会叫朋友来帮忙按赞，所以就达到了一个我们可能导购宣传的一个目的，哦，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很类似的，就是哎，请大家一起来帮这个粉丝团按赞。累积多少赞之后呢，这个书啊，这个产品就有多少的折扣哦，这个是跟刚刚那个是很像的。那下一个例子呢，就是请大家来看影片哦，就是这个答案可能在影片里面，你要去看影片才能知道某些答案，我们其实是想增加这个影片的浏览次数、播放次数哦。那或者是这个活动是希望大家去下载某个 APP 哦，然后就可以这个出示这个 APP 的截图证明哦，就可以得到这个有机会参加抽奖哦，这个都是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活动之前的预告了哈。我们在活动之前，譬如说我们今天举办活动，最好在前一天就预告大家会有这个第二天我们要举办这个活动喽哈。那这个会有活络这个让大家有一个期待的一个心理哈，让大家这个会想先上来。这个期待看看这个活动的内容，那甚至可能这个可以呼朋引伴一起来参加活动哦。那最后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原本的预告文下面再通知当初有上来按赞留言的人，我们正式活动开始，大家可以赶快来参加哦。这是活动之前一定要做预告的重要性。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全总经理的一个分享啊。我想活动办活动固然重要，可是活动前的宣传应该是更重要，不然的话效果应该会比办活动的预期的效果会打折啊。所以很多我碰过很多厂商办了活动，可是呢都没有做一些宣传啊，所以这种效果真的是有限啊。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全总经理的一个分享，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收看，谢谢大家，谢谢。